无畏啊，全单换位 ，AD 换成上单，上单换成 AD， 中单换成辅助啊，不讲武德，一级血 Q 还行，卡特中单好打，但是他带骸骨有点恶心，那我应该一级血 E 的，骸骨镀层，嗯。先补好刀啊，印度飞饼。他带骸骨的话，前期我用第一个 Q 他的话有点浪费，浪费技能。印度飞饼，刀一定要补，因为我们只有补刀才可以回蓝。印度飞饼，可能会有点耗蓝。马上两级，他对我有想法的。好，看到没有？转了我一下，伤害略高。印度飞饼，吃个饼干不过分吧？嗯，他是有想法的，不给机会。嗯，印度飞饼 ，A 化骨绵掌。A 印度飞饼配合小兵，看到没有，这一波我的伤害是很低的，但是我的小兵的伤害是很高的，他还在浪，还浪，来故意勾引他，放 Q 不放，印度飞饼闪现化骨绵掌，接一个平 A， 接个点燃，直接秒杀。嗯，知道对面为什么不交闪吗？因为对面压根就没有闪，能听懂吗？这波线他应该杀不死我，化骨绵掌减他攻速能怎么样，直接毙，对吧？他没有带闪呢，他带传送加点燃，有点不把我石头人当人了，听懂吗？咱回家买个炉灯的回声。哎，这一波应该先把这个线给他处理了，征服宝典杀人界肯定要出一个，再来个娃哈哈不急。这卡特他没办法，他没有闪现的呀，他只有被我蹂躏了，没办法，蹂躏于鼓掌之间。现在还是不着急的，石头人恐怖之处在六级以后，现在还不行，现在伤害低，等六级以后有炉灯的一个情况下，对面就很难受了。直接推，他去推线，他去抓人，我推线，他应该去上了。小心呐、啊，那后面来人的呀！推，这里还不哦，他没去支援，我靠！化骨绵掌，印度飞饼 ，A， 知道为什么不慌他吗？站在一堆里面。印度飞饼夹匕首化骨绵掌，你看，嗯，对吧？不用慌的，咱们在兵堆里面完全不用怂的。前期的小兵伤害是非常高的，他回家出的啥呀？治疗宝珠，我靠，可以，他好像确实需要点治疗。印度飞饼夹匕首化骨绵掌 A， 可以。马宝和干克大力士，自不量力，嗯。印度飞饼走一片，他 EQ 呀呀呀呀呀、嗯、我操，他妈还有盾的呀，不是吧兄弟们，那早知道跟他换了也行了呀，讲道理。嗯，这一波有点亏啊。嗯，皇子他还有个 W， 没有想到，我以为他第一波用了，我操，这人很细啊，但是还行。
至少中路没有拿到什么东西，不用特别慌。嗯，直接推，插个眼。哟，印度飞饼接化骨绵掌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平 A。好，给你跑。嗯，不给机会 Q， 等个大。我现在没有大的话，不一定打得过他。印度飞远，可以，大招打消耗，耗我血线，没有用。等一波大招，皇子六级坏了，化骨绵掌减攻速 ，A。行，思路清晰了，兄弟们，思路清晰了。这把多的不说吧，安排皇子八次可以吧？死个八次，这你就有点过分了啊！走去蓝 buff 这个位置找他，找他麻烦。他回家出了禁食，我靠！1100块不出铁瓷鞭，他出禁食稳了一鞭，怕我秒他，直接往他蓝 buff 跑可以。坚持一波，坚持，坚持，坚持一下，留下风啊！就杀你了呀！其他人不杀的啊，思路相当清晰。嗯，留了，不讲武德。盖伦的话不好杀，溜了。身上有蓝，来蓝 buff 不吃吗？把他人杀了，再把他蓝拿了，他不亏啊。我觉得卡特可能过来了，没来，赶紧拿了，不拿来不及了。溜了，吃个屎，直接回中卡特七级，卡特的跟我等级一样了，怎么说？就是偷哟，印度飞饼，化骨绵掌 A A 没闪，好，印度飞饼，哈哈，直接推啊，化骨绵掌。有，咱们有大的话，直接找，直接找他麻烦。别吃塔皮了，很危险。印度飞饼，操！那个 DJ， 我靠！他诓我一点办法没有，我没有位移，我只能给他活活 A 死。讲道理，是一点办法没有。没事，我生气了，生气了。这皇子别给我逮到了啊！他这一波在打三狼呢，打完三狼会去打蛤蟆，你信我？刚才他出来的话，先偷鸡，偷完鸡，然后直接过来抓我。他这一波可能会去抓伤，跟队友打个信号。这一波我的意识绝对没有错，这一波咱家队友可能会反蹲到对面皇子，看到没有？是吧？来了老弟，气息拉满吧。好，小兔崽子，漂亮！吃你塔皮，吃你塔皮，吃你塔皮！1000块，这他妈这么不讲武德，溜了！哎，点燃！我听到点燃的声音了，不好！男枪直接被烧死了。
路灯，扫描，正义，思路肯定清晰啊。这把是，哎呦，这把下路什么意思啊？六杠一杠三，下路有点崩，兄弟们。但是我现在去不了，因为现在我的大招没有，我现在等级跟对面 ADC 一样高，我现在等级有点没有优势了。等一波大招，不要着急。印度飞饼，等一波大，没有大别出去啊，没有大出去的话，他又来个天崩地裂，我人没了，吃个鸡吧。好，十七秒大，我觉得皇子应该可能在打红 buff， 可以。我王者的意识告诉我，他可能在有偷红，在下，可以，我来了，别怕，坚持一下，来了老弟，好，肥牛冲撞。你妈的，人可以死，但是你必须死。能跑吧？能跑吧？好像可以跑。哎呀，他没闪呢，没有用。W 加速，应该追不上。还追？追不上，肯定追不上呢。追的，哎呦！我靠，这也能狙刀呀？这是人干的事情。没事没事，兄弟们，游戏可以输啊，但是我们玩游戏一定要笑着玩，咱不能我这个一把游戏让自己心态炸了呀，是不是？这把能赢最好，不能赢也没办法。我得大一下，接下来我得大一下这个 ADC 了， ADC 一千块钱我得拿一下，好吗？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这个龙给他，走走走走，溜了溜了，阴一下，我没大呀，我没大，你咋这么皮呢？你看你咋这么皮呢？守塔来，闪现大，能秒吧？三。一千块拿来，值得交产，不亏。值得交产，这个闪现是值得交的。给他推透个机，我们直接出来的话，他大他肯定会反应得过来的。像我这种隔墙闪现，他是不一定反应得过来，因为他不知道我从哪里过来，能听吗？这个闪现别闪，毙了。来一个法穿鞋，下一件买一个回复，好像对面没什么回复，咱下一件买一个什么装备呢？捡 CD， 新街取齿来一个，CD 有点长，来个新界取齿可以，再来个帽子，这把伤害一定要拉满，不拉满不行。没必要抓卡特，扫描带一下，有眼，等一波他，女警在下，怎么说他可能会偷袭我，好，减速了，八秒中大，七秒，五秒，哎，我被 E 哦，我被 E 打到了，这里有眼，踩到了。上不了，上不了，他们看到我了。我操！亚索四杠一，亚索挺肥的，我溜了。
感觉打不起来，走吧。我走的话对面可能会开，我不走的话对面肯定打不起来，对面肯定不敢打。我们去上，让亚索来中，这样的话他就不需要走太多路，亚索直接回家了。那我们推波这波线，先升个十一级，两级大招 CD 更快，推了。把我们家石头人都投了，留了，他要框了，你信我，点燃，交给队友，亚索无敌。印度飞饼减速拉到夹匕首画虎年长300块起飞留了。我的二就给女警吧，看情况吧。看情况看情况，想买杀人书了，先买一个中亚沙漏，感觉可以，这把其实可以做个中亚沙漏，买个中药。50秒钟大招，咱先把中药沙漏做了啊。下路两个确实炸，但是不要慌。ADC 虽然说很肥，但是我伤害够，一套可以秒。32秒大。卡特6个头了，卡特现在已经有800块赏金了，有点狠。印度飞饼去夹匕首，卧槽，打不过，一枪，两枪，我丢，伤害差一点。怎么说？在草里，在草里。他不好，一套可以秒我了，兄弟们。他现在这个输出，打了1200，漂亮，龙拿了，赚了。咱们拿龙了，其实不亏。团战先搭这个女警吧，先把这个女警秒了吧，这个女警或者光辉得秒，亚索有大，不要慌。操，他怎么狂风之力了，兄弟们，那没办法了，狂风之力有啥办法。我的我的，空了，亏了。把这斗战剑卖了，来个中亚，有点亏。那就不是很赚了，上路带一下。我这把得最起码得撞到3个人才有机会翻盘，这一把，除非他们来越塔才有机会，不然感觉没什么机会。印度飞饼，你好像有点慌。卡特给他混起来了，我操，这你妹的，这给他捡人头给他捡起来了。下一波来个大帽子吧，我这树也没必要买了，
这个书也叠不起来啊，这书。嗯。咱得打团，咱不打团这把赢不了。等一波钱买一个法穿章，435块钱，来团一波，团一波，不团感觉这把没了。嗯，这他妈谁顶得住啊？13秒大，那小龙还早呢，卡一个视野，来来来。来了来了，不要慌啊。哟西贝贝逮到了吧。印度飞饼了宝贝儿。我操，哎。印度飞饼了宝贝儿。有点狠啊。减速了，看你们的了。减速 Q E 减速，看看你了，我不追了。3换3赚了，这一波还行吗？这一波应该赚了。嗯，偷个鸡，下一波等我闪现开，把女警杀了就好打这一把，应该可以双杀吧。溜了，赶紧回家，感觉对面打大龙了，咱不能露头，露头的话就暴露了。回家买一个，继续来个减 CD， 走，再打。你信我，他不再打我直播吃屎。再打，别看盖伦在下，不要看盖伦在下，他们三个人是可以打的。再打，看他光了，就是他妈的不上，你说气人不？嗯，杀了个光辉900块钱。来个这个，法穿来一个。女妖面纱咱就不做了吧，咱先出个法穿杖吧。嗯，2100块。星界驱驰也可以，买个星界驱驰也行。我们团呀。嗯。20秒大，他们不敢越，他们不敢越塔的，他们越塔的话，我们有手石头人，他们不敢越的。等一波大扫描，哟，哎，差个点燃，我操，伤害差一点，我跟他一换一不亏的。男枪为什么不开大，我是没看懂啊，我有点难受。我发起了投降，我投伤害这么低吗？伤害有点低，伤害有点低。我来了，我刚才其实想秒他的，秒他我一个中亚。对啊，队友在跟上。我操，这卡特装备有点好。15级了。
赵宝没打好。这把我的，这把怪我。点燃，那谁知道一套没秒掉他呢？咱那个装备，我的，这把我拆了。